morning. 现在是早上七点半。我现在和我的爸爸妈妈已经在车上，准备出发去绍兴。但我现在超级困。去买杯星巴克，太困了，今天好晒啊！我等等咖啡。今天好热呀！到景区啦，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好看的，感觉生态环境还可以。这里叫科研风景区，这里环境好漂亮哦。好漂亮的佛像，这也是佛教啊。这个里边的他们是好多年的，好漂亮。好高的石头呀，哇哦，今天防晒霜都没涂，暴晒，太可怕了。你怎么知道它死掉了？哎，你看，出胖了，你看，等于胖菜了。动也不动，死掉了。这么大一个，对，死掉了。烧山。好可爱的乌龟。没得。小龟。啊、好美啊，这里好美好美好美，像那个画一样。嗯，好美，不下好美，那我还能下，那
哇，好漂亮。太美了，这里。哇塞，人间仙境。说是头头说说你话，对对对对。三二一，好。吃饭啦！吃饭，坐这吧，就坐这里啊。啊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好美啊！我天哪，太美了！这里实在是太美了，出乎我的意料，感觉是人间仙境。现在我们要去坐船，然后就游一下这个整个景区，大概20分钟左右。现在我们要去鲁镇，好像是一个跟鲁迅有关的一个景区。哎呀，今天太热了，今天有30多度，差点中暑，我感觉。原来鲁镇并非是一个历史中真实存在的小镇，而是在鲁迅先生的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个江南小镇的名字。而这个在小说中经常出现的鲁镇，其实是鲁迅先生汇集了江南各个小镇的特色而创作出来的小说场景。也可以说，鲁镇是鲁迅先生梦想中的江南小镇。这个小镇并不是很大，但是集聚了江南小镇的风格。走进鲁镇，仿佛是走进了历史，走进了鲁迅的小说。小桥流水，沿河的居民，商铺错落有致，还能见到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塑像。最能引起注意的就是著名的咸亨酒店，是鲁迅先生的堂叔当初开设的，也是鲁迅小说中重要的场景之一。Later，
现在我们又来到了另一个古镇，反正在绍兴感觉好多古镇啊，但是还挺好看的。这个古镇感觉人好少啊，进去看看就知道里面有什么好看的。宋时期，后来因战乱被焚毁了，在明清时期又重建了。没想到这个小镇有这么长的历史。晚饭在这里吃浙江菜，这个是绍兴的白斩鸡。我小时候经常去上海的小绍兴吃白斩鸡、喝鸡粥，所以对这道菜印象特别深。2 hours later， 我现在刚回到酒店，换了睡衣。哇，今天真的是太累了。我要赶紧洗漱一下，然后休息。我还要剪片子。Oh my god！ Tomorrow。今天绍兴下暴雨，所以我们就回上海啦。